係由一個地產發展商做 management 嘅一個創業產業園區。咁而家喺廣州，基本上所謂嘅創業產業園區咧，都係非常之商業化嘅。林春源咧係廣州本地藝術家，佢又搞戲劇，又搞畫畫，又搞視覺藝術，又搞事嘅。咁你可以問下佢啦，喺廣州做一個藝術家，嗰個經濟條件係點樣嘅，或者整個社會嘅氛圍點樣，佢可能比我更加清楚。廣州好，有好多好嘢食，佢合味道。艇仔粥、蝦餃、一碗叉燒酥，齋羊仲冇一路。廣州好，有好多好嘢賣，佢有地道，無錢都可以去逛沙面道，姑孫借音浪散步。然后呢，我们晚上应该有不少人也会在八点钟、九点的时候去处处看听音乐会的。要是公园你有空也可以过来，那时候聊可能更好。好，不好意思大家，我们要赶下一场，我们还要 check in hotel。OK， 不会辛苦大家，辛苦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